Don'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't meant to be. Call it quits, call it destiny. Hello, 我是常凡老师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的瑜伽动作呢，是基础的放松跟暖身的动作。那现在就跟着常凡一起来做喽。开始呢，我们先将我们的膝盖跪地，在我们的吊床的后方，双手从外从内抓住吊绳的两侧。然后呢，慢慢将我们的身体，慢慢往前推，然后慢慢的将你的臀部往上，肚子往下掉，胸口打开，眼睛看向上方，维持呼吸吐气，再慢慢的将你的臀部往内卷，背往上拱，眼睛看向肚脐，再一次吸气，然后慢慢吐气。再一次，臀部往上，胸口打开，眼睛看一下天花板，好，再慢慢的回来我们的姿势，然后慢慢将我们身体推起来。好，这一次双膝盖能够与肩同宽打开来，我们要一样抓住我们的吊床，然后慢慢从前方，慢慢的移向我们的右边，眼睛看向你的右后脚跟，然后吐气回来，往我们的左边。看向你的左后脚跟，再一次吐气往前，看向右后脚跟，吐气往后，左边。好，这一次呢，我要到右边之后，你的左手帮我放开来，右手往外打直，左手也往外打直，左脚帮我也往外打开来，第二只脚趾头指向前方，慢慢的将你的胸口打开，左手盖住，往左边耳朵延伸出去，双手有力量的往前延伸，你的核心，你的肚子有力量，可以的话再慢慢将我们的左脚往上，维持住呼吸吐气，肚子有力量，双手有力量，好，慢慢左脚先放，再将我们的身体推回来，双手再一次绕过来，我们再做一次，身体往前推，往左边看向你的脚跟，往右边看向脚跟，再一次往左边，这一次停在左边的位置，最远最远的位置，右手帮我放开来，左手推到最远最远的位置，右手也是一样，右脚帮我往外打开来，脚趾头朝前，这次右手去往耳朵方向延伸出去，双手有力量，肚子有力量，慢慢的话将右脚往上延伸出去，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肚子用力，双手有力量，维持呼吸吐气，再慢慢将右脚推回来，双手再一次将我们的身体推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站起来。这一次呢，我想要做一个竖式，所以我们双手呢抓住我们的吊床两侧，从中间往外抓紧之后呢，将我们的身体往前，右脚先跨上来，脚的中间把你的瑜伽绳呢，这个瑜伽吊床呢踩满，双手沿着上方、下方往上延伸，慢慢的左脚脚跟点地，轻轻的。让你身体推起来，好，现在你的左脚从后方后旁前，好，放在我们的大腿的外侧，然后维持呼吸吐气之后，你脚的位置的那只手往外，肩膀将你的身体放在肩膀后方，慢慢的左手往前合，右手往前合，做一个简单的竖式，维持呼吸吐气。好，这一次我们相反的，把你的左脚放回我们的绳子上方，换脚一样从后方后前旁放到左大腿的外侧，然后你的右手穿出去，左手还是在后方，双手合十，好，完成我们很简单的竖式。慢慢的再将我们的右脚推回来，慢慢的右脚往下，双手抓住绳子，慢慢将右脚回来，左脚再回来。今天的分享还喜欢吗？下次再跟着糖糖一起来学我们的空中瑜伽哦。